Rickets is a condition that affects bone development due to an inability to absorb vitamin D and calcium. It is known to cause bones to become soft, leading to bone deformities. 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是走路的时候就腿就这样子，这样子走路。所以打小因为身体这个状况，跑也跑不了，走路很慢。我年纪较小期的时候，我爸就给查出来，他以前脖子这一块有个瘤子，就顺着他这个说长到位置不对，长到血管上了。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我从学校从小学嘛，我在学校刚回来，我妈就做饭。 我一进去我就，因为我知道我爸来检查了嘛，然后我一进门我妈没跟我说话，就一连我瞅都没瞅，就一直在做饭。我当时感觉就不对劲，我说肯定有大问题。所以我就问了，我说妈，我爸今天检查怎么样？我妈就突然之间就哭起来了，就说不好，说你爸活不了太久。 就是，就说最让我痛心的就是，就当我爸不在了之后，我妈在村里受人的这个欺负啊，真是我真的有时想起来我都心里都觉得难受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动不动人家就说，啊你，就说意思就说我家是做缺德事了，要不然啊你就说我爸能死吗？要不然我能长成这样吗？ 他说的孩子没有打过架，别人这孩子就欺负他，把他的脸骑到他身上了，把他的那个都很赖。我心里很难受。好多次我看见，有时候我睡觉，我妈一个人坐，一个人关着灯坐在那哭。好多次都是那样，别人家孩子放学了都是出去玩，人家他爸他妈的地里干活，在地里，很少有玩的时候。 然后我妈也看见我这个状态，就觉得有可能我一辈子也结不了婚，也照顾不了家人。但是我坚持下来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，我未来的路一切都要靠我自己走，别人谁都帮不上我。我只能靠自己，我做事特别努力，因为我怕别人说我说我是吃白饭的，特别怕人说我是残疾人什么的，特别怕。 考试完之后，我跟我几个同学，一共五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工作，每天就是早出晚归的出去找。我当时住旅馆的钱都没有，最后倒了一周找不下，有天晚上我就回到旅馆，当时就兜里就已经几乎没钱了，一天就吃两袋泡面，就只能这样维持了。因为我是信主，当时那些晚上吃完饭，然后我就祷告，我就说。 求主帮助我，我说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因为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再这样下去我就很快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那天晚上呢，然后我就出去，在旅馆，然后完了就出去走，走着在路边就因为着急嘛，自己也没法睡觉，自己着急也没工作，然后就出去，然后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容美发的一个。 一个店里边，走进去之后，然后一进去一问我说：“你们这需要按摩吗？需要按摩师吗？”人家就一口就像以前一样，就说不需要，因为一周当中都会让人家都拒绝过无数次了。然后我就反正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说我不跟你说，我说我找你老板，我跟你老板谈。”正在说着话的时候，然后他们老板一个大个子一个男的从里边出来了。 他说他是老板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应聘按摩师，他说我们这没有按摩，我们只有美容美发。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，当你就说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真的你就觉得就是特别有勇气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就说我给你做一下，你先做一下，你再说。然后老板也就说行，那就做一下吧。哎，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顺利，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半，说立马给了我一半，30块钱。 因为我当时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做一个按摩，当时才给我7-2块钱，一下子给了我30块钱，哎呦，我就觉得哎呦，30块钱这么多。
然后可开心了，我说哎呦，要再这样干，一个人就挣30，那太多了，这很快就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。Having first been introduced by mutual friends, Xiaoma talked with his now wife online. Although she and Xiaoma were both ready to be married, her father was unconvinced that a man of Xiaoma's stature could ever provide the life he wanted for his daughter. Therefore, he requested 100,000 RMB as dowry for Chinese tradition's sake, but also as a test for Xiaoma. 然后包括我结婚，然后一共花了将近11万，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一个人挣的。在我就是结完婚之后，我兜里就剩几千块钱。Shortly after, his daughter Qi Qi was born. Qi Qi's full name, masseur Qi, in English means beautiful jade. 然后他也就是特别每天晚上就要给我打电话，然后让我回家早一点陪他玩，每天打电话都是这些话。明天爸爸带你去店里玩吧，好吗？总之还是，现在跟孩子关系挺好，孩子特别懂事。每次我因为走路不好，每次孩子出去的时候，下楼梯一定提醒我爸爸你慢点，别再摔了。然后。有时我下床的时候赶紧给我鞋子拿过来，特别懂事。他后来找了个媳妇，我很高兴，他也媳妇也对他很好，孩子最后生了孩子，孩子也很好，很乖，他们一家三口人都很好。Now Xiaoma, along with his wife, mother and daughter, all live together in Beijing under the same roof.They have a thriving massage business, and Qi Qi is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school.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，不论你现在的路有多难走，你前面的路有多么困难，只要你坚持不懈，只要你心中有希望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你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，你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。谢谢大家。